有不同的定义。而我的幸福呢，就是住在风景优美的海边，在大自然里面过着简单的生活。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而我的幸福就可以令你快乐。十里海岸线上有着错落的礁石群，与你经过千亿年打磨的天然礁石群，可以见证你和我的爱情是海枯石烂，至死不渝。他们搬到咁远，都不知道是不是有心想避开我哋。哎呀，你又在度乱谂嘢！阿哥都话咯，呢度环境好，升值潜力好，才至会搬嚟呢度嘅啫。你睇下，我哋喺深圳过嚟都系个零钟头多啲啫喎，几方便。佢哋梗系咁讲啦，不过我唔系咁谂啊。要避你都唔会叫你嚟呢度玩啦，系咪先？嗱，唔好谂咁多，呢两日我哋一月开开心心咁样玩尽去，玩嚟自叻。OK 喎，我老婆啊，幾時咁頭髮咧？頭髮冇亂咗啊？冇啊，好整齊喎！啊，老婆，你做咩事咁驚我嘛？唔係啊，老公，今日第一日見奶奶，梗係要執正啲啦。我老婆咧又大方又得體，我媽又中意你。嚟啦，過啦。出面天氣咁好，不如出外行下咯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頭先咧，我見到下面有個沙灘，好大，好正啊！不如我哋而家即刻落去游水啦。好啊。所以咧，得入嚟體驗一下咯。嗱，你睇阿媽幾 relax 啊！講真啊，我都好耐冇嚟沙灘啦。你哋細個嗰陣，凡係放假咧，一定兩去沙灘嘅。不過咧，要搭船嚟嘅，又沉浪啦，又嘔啦咁樣。咁啊，唔緊要啦。今次我哋同阿媽嚟呢個沙灘幾靚，仲有酒店一行出嚟就係啦，幾方便。仲有啊，其實咧個沙灘咧，仲有好多其他嘅水上活動。咦，咁咪好咯！第时我同啲 friend 又多一个好去处啦。啊，快啲冲凉啦，带阿妈周围行下。好啊。
呢度啲园林设计啊，真系唔错，而且空气都几好啊。系啊，奶奶，呢一度啲设计咧系由美国公司专门设计噶。啊，仲有啊，广东省二号绿道啊，咁啊，行完公园啦，又可以踩单车欣赏海景啦，同埋沿途嘅风景。哇，原来呢度咁多嘢玩噶，唔怪得之阿哥你咁中意呢度啦。啊，你坐得多咧，系减唔到肥啩妹。计我话咧，最好就好似阿哥阿嫂咁住埋喺呢度。搬到咁远住有咩好啊？迟下我再老啲啊，都怕搭唔到车入嚟啦。到时啊，冇人理我噶啦。唔系啊，妈，我哋都唔系呢个意思，唔好乱谂嘢啦。系啦，行咗咁耐，奶奶都攰噶啦，我哋不如翻屋企睇下，顺便我都要准备下今晚嘅晚饭啦。好啊，即刻去睇下阿哥阿嫂嘅新居，行啦行啦。是啊，这些是标准装修来的，除了附送，其实我们只不过执了一点东西而已，搬一点家私就可以回来住了。嗯，等我周围参观一下先。老公啊，我也去准备一下饭送先，你和奶奶聊聊天吧。阿妈，坐那边吧。阿妈，不喜欢我们住这里？你们搬到离开我这么远，我当然不喜欢了。其实之前跟你讲过嘛，嗱呢个投资价值好啊，况且咧阿爷唔中意住海边嘛，所以搬嚟呢度啫。我知阿妈点及得老婆大嘅，我有一个阿妈，亦有一个老婆喎，你哋两个咧当我心目中最重要嘅。咁点解你净系听老婆话搬嚟呢度咁远，又唔听阿妈话留喺香港啊？嗱，就算唔喺香港啊，去加拿大住都唔错啊，嗰度空气又好，发展又好。嗱，而家全世界都好專注中國嘅發展嘅。嗱，況且呢度真係會升值噶嘛。而且咧，呢同加拿大嘅生活都咪一樣。嗱，又方便，空氣又好，生活指數又低喎。阿哥，阿媽，係。媽，又話咗呢兩日係過嚟玩下嘅咯，你又咁樣。阿哥話都係想你呢兩日過嚟輕鬆一下，咁你咪當喺度體驗下生活咯。唔好要阿哥阿嫂唔開心啦。吃得饭啦！老婆，今天辛苦你。不辛苦，最紧要有倾有讲，而且咧奶奶仲开心翻。做咩啊？奶奶唔中意呢度咩？定系佢唔中意我啊？我老婆咁好啊，又点会唔中意你啊？只不过咧，佢以为我哋搬咗十里银滩之后咧，想避开佢。但我哋都冇咁样谂过。佢觉得咧加拿大生活好，咁想我哋搬翻过去。咁系因为佢未知道呢度好啫，住多两日啊，佢或者会中意呢一度咧。望系咁望啦，唉，冇谂咁多啦，分啦。有得玩有得食，你开心噶啦。系噶，我好易满足噶咋。不过阿妈，咁头先咧，你咁样对阿哥阿嫂，佢哋会唔会唔开心？迟啲会唔会婆媳纠纷噶？边有咁夸张啊？你阿嫂咁好脾气啊，入得厨房出得厅堂，边有你咁小气？嗱，我啲小气咧，遗传你嘅啫。你成日以为人哋唔理你，你识乜嘢啊？做媽媽的就幾時都望啲仔女好嘅，所以先咁多嘢諗，咁多煩惱嘅啫。哎呀，阿哥咁大個人，佢識諗噶啦。你諗下喎，呢度地方真係好市正喎，又有泳池，又有海灘，個綠化環境又做得好。我哋喺加拿大未必揾到噃。